然后我还看的，我怀金啦，还叫我粉啦，跳痕啦，跳缝隙啦，我怀山啦，好看见呢就我跳痕啦，阿伯中意下腊味嘅，见唔见咧？为都来蒸饭嘅腊味饭下，腊味饭头家我要腊味啦，系个嗨呀，我烧香嘅系乜？腊肉啊，系个蟹，哇，好靓啊！我就教腊肉，佢嗱腊肉啦，系为上年人啦，都几晒嘅，我为生啦，好欢迎都中意都几买啦，咁化腩啊，化嚟晒腊肉嘅，好正嘅，我为到啊买啊个腊阿伯，好啦阿伯啦，我系运鬼买嘅。我贵噶啦，阿伯啦，系三个鸡啦，啊，差唔多四碗，啊，个经理就话，腊肉，腊阿伯啊，怎么佢就放落粒饭里啲提焗饭，啊，腊鸭同埋腊肉啲提真嘅腊味饭，哇，谂起都流晒口水啊！经理话嘅麦坛就系个腊味饭哦。你中唔中意食腊味饭呢？特别系跳起嘅时候跳凤起，食腊味饭阿特正嘅话，啊佢嗌假啊，你都可以试一下蒸腊味饭，冇乖冇吃过嘅，今日都同嗌假分享我快咯，咁我下轮要见啦，拜拜。